Hello。这吃什么的？吃了。Hello。随便，在哪都行。那你坐。你们是来确定是来吃晚饭的吗？来这里。说好了，这是饭后甜点。啊。你的镜头是对着你还是对着我？不是对着我。对着你的吧。那是对着我们，那是。盘丝洞是什么鬼？啊。水。有什么喝的吗？现在没有了。好，打烊了是吧？啊，是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打烊。什么盘丝洞里啊？哦，是吧？你们那么害羞干嘛呀？你啥时候回去啊？明天。明天吗？啊。哦。连喝的都没有，太尴尬了。来喝杯水。那你喝我的。我过来，他们看看你长什么样子吧。你现在镜头切过去了吗？那我就你过来吧。等一下啊，我都错了。你那天是不是有刘海的？我见你那天晚上。嗯，我没有刘海。那天是你喝多了是吧？对，喝多了，那个头发飘下来了，就是那天比较可爱。啊，那天好可爱啊！因为那天啊，蹦迪把头发蹦散了。好像旋旋吗？我看看厕所。旋旋是谁？我一房。我先进来啊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他为什么把美颜开的这么强呢？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。嗯，我看看现在是有多少人，现在是有188万。我觉得我还是不看美颜比较好一点，看美颜好假。悄悄关掉，我不会关。这是没有美颜的，好像。对，这没有美颜。哎。等下他会不会说我呀？把他那个美颜都关掉了。抖音号，我连抖音都没有下载过。我是一个生活在加拿大的土逼，我什么都不会。看看闺蜜啊，闺蜜 log， 闺蜜们在喝茶，
微博多少？微博好像是叫做豌豆公主，然后后面有个 LI， 但我也不怎么发微博，我没有什么社交软件。哎，对，就是豌豆公主，但是后面有个 LI。 哦，不对，我现在好像改微博名字了，我也忘记我的微博名字叫什么了。他们问我微博名字，我告诉他们随便你说啊，没关系的。那我给他们看一下我手机好了，行不行？我忘记我的那个，忘记我的微博名字。什么事情啊？什么微信啊？不是我说不干了呗，那官方就找我了呗，说什么有的没的一些话呗。真是不知道怎么回啊，没态度我肯定不干的，这样比分我肯定不干的，确实有问题。你跟你老板吵架了？没有，我敢跟老板吵架？我肯定不干了。再说吧，看我心情嘛。这是我的微博，这个叫什么？3000粉丝啊？我不用的好吗？你的微，他的微博名字叫 SWEETIUU。LUU 没钱怎么打？看到了吗？再说吧，好吧，先不说。早那么一点点跟我讲，我都没下定决心，对不对？再说吧。但是我想知道，就是谁帮我搞的，谁这么牛皮？我在想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没有那天可爱？没有，挺可爱的。我比较害羞，不知道说什么而已。我先去喝点东西，这个没东西好。那怎么办？那得边上有吧，应该。换场地吗？边上有吧。啊，说，别质疑官方，官方还是挺好的啊。看到咱们有态度，他也有态度啊。对，他不是给你水了吗？这个吗？对。对吧？官方还是挺好的，咱们有态度，官方也有态度啊，还是有态度的，兄弟们。他们说我像玄是谁？玄玄是我直播间，我们在外面聊吧，好不好？专门逛逛。去外面说。专门逛逛啊。那你等我一下好吗？他说让我去外面聊一会儿。外面聊一会儿。这妹子好看吗？签了吗？我签了，我她闺蜜在里面，我不太好意思聊天。啊，咱们抽一斤猪肉吧，兄弟们，好吧。签了，这妹子怎么动动就签了？太冷了，哎，算了，不抽了。猪肉也挺贵的，兄弟们。为啥会来这？就为了拍照吗？不是啊，我哎，这是什么江呀？黄浦江啊。这是我朋友的，哎，帮我说话扯住了。我朋友的那个，我朋友的学校在附近，然后因为我跟他有2年没有见了，刚回国，就是坐我对面那个呗，斜对面那个呗。不是，是一个我同一排那个。对，同一排那个，他在这里上学，就是在那个上戏上学。然后我跟他以前关系很好。我想问你个问题啊。嗯。为啥那天晚上你就没有消息啊？怎么没有消息？那天晚上回家你就不能不见了呢？睡着了呀！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女的晚上早上5点钟还在发朋友圈，竟然不回我信息，你知道吗？我最恶心的人就是什么？就是不回你信息，她还在发朋友圈，这就是我跟你讲，这就是他妈最恶心的人。你们觉得恶不恶心？气死我了！你能不能找一个我好看一点的角度？这样子，这个角度比较好看。这个角度，对，你哪个角度都好看。我有点掉头发啊，头发先长出来。你多高？是吗？我160。你多高？183。
看起来好像不像183的样子是吧？还行。我有183，只是高的不明显而已。只是我5分而已。什么5分？妈，我想捏死你啊！去车里啊，车停得很远很远，我们走过来都走了。为什么要去车里过？我不知道，他我也不知道。哎，刚刚那个弹幕说我像李若彤，你知道我那天去我们家小区楼下做指甲的时候没有化妆，那个人问我是不是李若彤，李若彤不是年纪很大了吗？你那天那个朋友呢？失恋了，再这样。他不是那天晚上都很开心的吗？对。然后今天他刚刚失恋，所以在家哭，他不愿意跟我来上。他本来是要跟你来的是吧？嗯，对。然后他失恋了。单身真好。明天啥时候回去？晚上吧。来上海到底干嘛的？哎，我跟你讲啊，就是那天晚上不是加你微信嘛，不都在直播嘛？嗯。然后，算了，不说了吧。我可以不用做那个惩罚了吧 ？OK 了吧，已经。他们让你退钱怎么办？我跟你说，那是不是我干的，知道吧？我朋友感谢龙生的建行、啊。他说，那我们就去吃一顿呗。然后你就吃夜宵去了？对啊。你不是回家了吗？我回家了。你这个骗子啊！你过来，我们好好聊一下。我们家的那个。你过来好好聊一下。我在我们家那个小区门口吃。然后就不回我信息，然后早上5点钟发朋友圈。早上5点钟，我突然间醒了，让我。你吃夜宵的时候，你为啥？你肯定好。绿了，完了，凯子，什么凯子？什么叫？原来你是跟他们打赌？没有，没跟他打赌，他们叫我去见见你啊。我说他没回信息，他说不相信，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嘛，就是什么叫上手了？就那天不是加你微信嘛，然后他们说你可爱，然后我说啊是挺可爱的，然后我说他们叫我请你吃夜宵，我说那我试试看，然后我说好，我说他没有回我信息，我怎么约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这样了呗。然后他们说完了，凯子，然后我说怎么，我说就是我也不知道凯子是什么，你百度一下。然后就我说不是。我说那我有机会的时候来带你们见见他嘛。他们说不相信，我说那行，我说带你们见见他，如果见不到他，我说这样的，我是这么说，我说见不到你，我说倒立喝西，对，倒立喝水行不行？他们说好的。倒立喝水我帮你灌了。那我看到别人倒立喝水过的视频，我觉得还是蛮简单的。我等下就走了，现在10点钟了，我等下十一点我车我就走了，我拖车拖回去。为什么偷？我不想开，然后打个的回去。你好不容易，那你为什么不住在这里？跟你住吗？不跟我住，我有。你有什么？我有。你有谁？我的小姐妹不是还在这里吗？那么你们三个小姐妹啊，对不对？有一个要回学校去的呀，明天要上课的呀。一起住吗？他有点像玄玄的，有点像玄玄的小时候，有没有感觉？就缩小版的玄玄。有没有感觉？请给我看一下玄玄长什么样子。就玄玄，我直播间就是一个挺有钱的一个妹子，就杭州的一样。但是玄玄长得比我丑一大。怎么可能？我操，别人气质多好啊！我气质不好。别人气质，哦，你不，他是那种，就是那种，哎，你不懂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你是那种缩小版的。缩小版。有点像啊，就感觉这方面还挺像的。记得想我，我要走了。好了，然后，如愿以偿见到我了，然后他们就会给你刷礼物。这不是刷不刷礼物的关系，你知道吗？那是什么？这不是说我跟大家赌什么，我见到你他们就会给我刷钱，这不存在，大家只是好玩。哦、这跟礼物没关系。内容就是这个，对吧？什么叫内容就这个？什么叫做内容就这个？什么鬼？他竟然说我内容是这个！我跟你讲，我是一个打游戏的主播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打什么游戏的？打那个英雄联盟，你知道吗？我当然知道了。你认识 UZI 吗？我当然认识了。这啥玩意儿？什么鬼他妈发的什么照片？你怎么这车怎么？
什么笑什么？这么尴尬，亲个嘴吧，别了吧，不好意思。你把我脸皱的太大。你知道吗？那天好看在哪？你知道吗？可爱中还带点性感。那天，嗯，啊，因为那天我穿比较露，对吧？不是，还真蛮好看的那天。今天也挺好看，今天气质比较好，那天就可爱，今天就比较女神。那天是去蹦迪的好吗？啊、哦，今天呢？今天是来谈事情。合照啊，行，算了，UCI 我很好的朋友。女孩子对游戏主播不感兴趣的，对游戏的。打游戏的人也不感兴趣的。唉，开个1.2倍吓吓对方，反正哎，我这个1.2倍是不是开的没什么用了？哎，我这个1.2倍是不是开的没什么用了，兄弟们？是不是今天不上1.2倍也浪费了？是不是啊？是不是不开也浪费了？我万一跟你们讲，我他妈的再给你们抽个10台 P30好不好？我跟你讲呗，我也想去参与。你可以来虎牙直播，我觉得。真的假的？你觉得我直播间是不是人很多，但不知道我在干什么？嗯，什么？啊？那人家最喜欢听你聊这种八卦的，啊，就是好像是一颗新长出来的痘痘。抽10台 P30，别跟我说不要，必须给我干。虎牙直播播什么呢？那你要户外直播骗小哥哥？女孩子播户外不太好，女孩子可以在家播聊聊天就行了。真的吗？对啊。好。你不是刚毕业吗？刚没事情做吗？对啊。但是做主播之前要先学会做女朋友。那你女朋友是不是太多了？哪有女朋友？我操！唉，在上海一个人太无聊了，所以明天就回去。你要让我留下来吗？我并没想把你留下来干什么。怎么办啊？他好烦啊！我们逛逛，好久没散步了。收一下。你要从后面绕一圈吗？是吧？宝贝，坐着我充电宝不疼吗？红迪磕的吗？对，小心点好吗？啊，那你自己记吧。我这么一点路不用记。不行的，我可以答应你不行，但是里面的人不答应啊。安全？那他投诉的吗？我跟你讲，因为直播嘛，至少不管你在播什么，至少你得播的正能量吧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我直播间没有弹幕了吗？没有弹幕请扣个一，我看一下，你们看不到了吗？我看一下，真假的，扣个一啊，不要停下来，我看一下。我操，哦，有的呀，有弹幕啊，有的呀，有的，只是比较慢而已啊。好的，问题不大。
如果直接把你带走了会怎么样？啊？啊？没有，我说直接把你带走了会怎么样？带走我东西还在那里。如果我不把你直接把你带走怎么办？跳车啊？跳不下去的啊？你敢跳吗？我家以后就是你家，你怎么可以舍得炸咱们的家呢？你这个女人真的是啊，不可爱。哼，这里面因为这边没法掉头，你知道吗？你看。好，我自己走过去，这我很熟的，好吗？我跟你说嘛，我是真的到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回去小心。平安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哦。